我们来看一下最近所整理的各摇摆州川普和 Biden 双方的支持度。如果和上礼拜看起来，川普又在扩大他个人的支持度，也就是说根本没有受他的官司影响。而本来上礼拜 Biden 首次在我们从去年十一月看到上礼拜第一次赢了两个摇摆州，就是 Pennsylvania 跟 Wisconsin， 这个礼拜呢他又落后了 Wisconsin， 但落后的只差一个百分点，而 Pennsylvania 呢他只赢了两个百分点，虽然他在这里宣布了我们前面所讲的钢铁跟铝的关税。在 Arizona 的部分，川普扩大了他的支持度，赢了六个百分点，在 Georgia 部分仍然是差距四个百分点，高于民调的误差范围，在 Michigan 是三个百分点，是民调误差范围， Nevada 是四个百分点，是高于民调的范围。在 North Carolina， 过去川普赢势很高的地方，现在只剩下四个百分点，所以这个 Haley 本身没有支持川普，对川普的影响在北卡是很重要的。但整体来讲，在这几个摇摆州里头，本周 Biden 只有在 Pennsylvania 小赢了两个百分点，在 Wisconsin 的部分呢又输掉了一个百分点，川普仍然赢得了大多数的摇摆州。而在大多数摇摆州里头加起来就是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，也难怪各国政要都要到佛州去拜访川普。来看全国性的民调的部分，双方几乎都是平手的或是差一个百分点的，那唯一呢就是有一家差了六个百分点，一个差三个百分点，一个差一个百分点，这是 New York Times 跟 Siena College。 我们来看一下Biden 在这次大选里头比较起2020年他最大的一个差异，以及你就是年轻人，我们上次看到的就是非裔啊，就是我们一般讲黑人后代就叫非裔 Hispanic 西班牙选民，另外一个就是年轻世代对他的支持度，从18岁到29岁的选民对 Biden 的支持度整体表现，在今年2月认为他可以给他打分数是 55%， 可是现在呢只剩下 43%， 其中不是经济问题，反而是以哈战争等议题他失去了年轻人的支持，跟以哈冲突部分更从51%下降到40%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